边路李白在王者局有多强？李白打凯，哼，我压根不屑于跟他抢线啊！难道这就是王者的自信吗？哼，反正我又打不过他，何必自取其辱呢？所以呢，倒不如悄悄的把螃蟹拿走，来的实惠。毕竟对面的中路总不可能刚升到二级就来抓我吧。哎呀，算了算了，螃蟹让给你们就是了，顺便再附赠个闪现。不客气，就是这么自信。嘿，你个老酒鬼，真他喵的！死螃蟹，你闭嘴！哎呦，我不叫老酒鬼，你闭嘴！老子叫河道之灵，他喵才叫螃蟹！我就叫你螃蟹，怎么了？螃蟹！今天也是由于我跟螃蟹的友爱交流，触发了隐藏技能，我愿把它称之为对面的辅助和中路过来抓我，但是没有抓住，而且我的队友也支援很快，反而把他们给包围了。之后我就顺势成功的拿下了廉颇的人头的技能。说起越塔杀人的话，相信李白在峡谷中一定是数一数二的存在。就比如这波在塔外留个影子，直接两段一技能突进越塔，本想杀凯，但是凯跑了。公孙离想秀，但是大乔放了个球，然后公孙离直接懵逼，当场去世。而我也顶着血红色的网速，成功的拿下了对面公孙离的助攻。然后就用佩奇一家积累剑气再次突进，当着对面防御塔的面杀掉了对面的两个宫本，然后防御塔就被吓得瑟瑟发抖，然后自杀了。推掉了中路的塔，再顺势转向到下路，拉动视野观察下对面的位置，等时间差不多了，果断出手，一手青莲成功的收下了对面的镜，然后潇洒回来，搭乘着大乔妹妹的顺风车，开开心心的就回家了。你们知道什么是刮骨吗？这天我正在对面的高地塔外闲逛，结果就偶遇了对面的公孙离。偶遇美女分外开心，我激动的直接冲上去就给了他一剑，他瞬间就懵了，好奇的问我是怎样做到的，而我则是很淡定的告诉他，很简单，你只需要给我点个赞，然后再点个关注，之后再出个宗师，情况允许的话再加个无尽就可以了。如果刚才那一剑你们没有看得太清的话，那就再看这一波，先进宫本双满剑气，然后一技能突进接闪现过桥，接两段一技能，然后平 A 一下对面直接残血。这个时候的我本来想放大招来着，但是发现大招的时间过了，于是又接了一下平 A， 然后对面就直接蒸发了。这一手青莲就问你们秀不秀吧。不，所以老规矩，兄弟们，觉得秀的扣一，觉得不秀的扣